哟，Hello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在比亚迪的深圳总部，今天来参加腾势 Z9 GT 的一个预售活动，价格是多少？我们一会儿再说。不过，你看现在深圳正在下雨，然后我还要在露天看一场演出。这场演出呢，是关于腾势 Z9 GT 这个 E 三方技术的一个展示。Let's go。场外的项目主要包含这几项，一个是 E 三方泊车，还有一个是楔形，这边是他们叫圆规掉头，其实就是这种后轮转，然后前轮不转，在这儿画一个圈。这边是它的后轮转向的一个技术，在这个圈里画一个小半径的掉头。看一下腾势 Z9 GT 的这个 E 三方技术啊，现在呢展示的叫圆规掉头，它是一个简单说就是前轮锁定，后轮倒着转，然后以前轮为圆心进行一个小半径的掉头。今天天公作美啊，下着暴雨，所以这个地下啊湿滑，也是比较保护轮胎啊。第二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楔形，哎，斜着就过来了。现在很多车呢都有这项技术，在一些狭窄的路段特别好用。这个呢，也就是展示了它的一个后轮转向。好，又来了一次掉头，这个有意思啊！你看后轮在转弯，然后呢沿着这个地下的黑圈，前轮基本锁定，哎。做一个圆规。下一项呢，就是他们的 E 三方的一个侧方泊车。啊，他是把车头先扎进去了，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停车的方法，全靠后轮转向了。哎，后轮转向一转，这个停车倒是够炫的啊。有点意思，这样一个小车位呢，就这么停进去了，车也会更加的轻松。来，这又是一个楔形，可以看到前后轮都是同向的一个运行。这是 E 三方的极致转向功能。然后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半径的一个掉头啊，5米以上。那么转弯，这台 Z9 GT 的长度在5.2米左右，所以比较长，确实是一个中大型车的尺寸。然后现在呢，在一个小半径里，数值将会在今天晚上的发布会。哇，确实挺小的，大家可以一起期待。这个我感觉也就是两条车道的宽度，就这么转过来了。大角度的后轮转角，这后轮转向还是很明显的。加持下，可以帮助车辆平稳完成转弯。掉头以及泊车等任务，使 D 级车也拥有 A 零级车的灵活性。怎么样，刚才的演出是不是还挺酷的？那其实呢，这个就是 E 三方平台的一个整体的架构。那咱们简单看一下啊，前面呢是一个横置的发动机 2.0T 的，然后呢底下就是它这个所谓的 C2B 的电池一体车身一体化的一个技术，所以电池呢在整个的地板上和车身的框架是结合到一起的。然后前面呢是有一个单电机，然后可以看到悬架结构是一个双叉臂带空气弹簧，往后走，它的重点主要在后方。后面呢这是一个双电机的一个系统，然后呢像刚才的那种像圆规的那个掉头，它是怎么实现的呢？通过左右两边的轮子分别的转，就是它能够实现一个内八字的效果，或者是一个外八字，这样呢就让它有更好的一个行驶轨迹，更精准的一个控制。当然这一切呢是通过很复杂的一套电控系统来实现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当它内八的时候，哎，一个前转一个反转，那就能够实现这个所谓的圆规掉头，在一个很小半径的地方进行一个转向的功能。哎，受不了了，现在雨是越下越大，刚才装逼没打伞，现在全湿透了。好吧，来大家看看车，腾势的 Z9 GT。 Z9 GT 呢是一台中大型的旅行车，或者你叫它列装车也 OK。 当然了，这个国内呢列装车和旅行车的定义比较模糊，主要来说它上面没有行李架，所以叫它列装车可能会更为适合。作为一台中大型车，它的尺寸啊，长度5.2米，宽度呢2米，这个高度是1.48米，所以整车啊是一个非常宽非常扁的趴在地下的这个感觉。再加上它有空气悬架，能把这个车姿态降得比较低，确实是比较漂亮。有很多人叫它深圳帕梅，确实这个比例呢是会比较接近的。轴距呢是一个3.1米的长度。这台车呢有纯电版和插电混动的版本。插电混动车型呢是一个 2.0T 的发动机，配上前单电机后双电机的一个三电机的系统。电机的功率大概在800多的一个马力，然后纯电版呢同样是三电机，综合功率是900多马力，所以动力上是绝对不用担心的。
作为一台旅行车啊，它这个造型确实挑不出太多的毛病。前脸呢是一个不算是分体大灯啊，底下多了一个这个像这个眼袋或者像双眼皮什么的都可以，还算是比较协调，挺好看的。底下呢这个保险杠两边比较巧妙呢放了两个激光雷达，所以这台车的支架能力也会堆得比较满。侧面这个车是一个20或者21英寸的轮圈啊，对于这个车的体量也是应该的。不过我个人就感觉吧，这个侧面这条黑的这个线有点破坏整车的审美，侧面其实让它更简洁一些可能会更好。来，这就是它的车尾了，这个尾灯也确实在争议是比较大的哈。我是个人觉得它这个尾灯整体占比的面积有点过于的大了，如果稍微缩小一些，等比例缩小可能会协调很多。坐进车内看你一熟人，Hello, 瑞哥，然后今天呢，在 Z9GT 的一个后排啊，毕竟这台车呢是一个轴距3米的长度中大型车，所以它的后排腿部空间大家看一下，电动的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看一下它的后排的一个配置啊，这个中大型的有点行政属性的一个车，前面这个小化妆镜是必须的，然后这个柔光灯这有一圈，哎，看起来不错。上面呢是两段式的一个天窗，并且我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实体的遮阳帘的，点赞，这样就不晒。前面这块一个小屏幕是可以控制，然后前面的这儿能看到这有一个冰箱，后面呢这里是干啥的啊，这可能是控制冰箱的解锁，这是控制冰箱的。然后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冰箱，但是这个冰箱你知道这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它是不会倒的，明白吧，所以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会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另外呢往这边看，它的后排也是能够电动调节，这都没有问题，还有一个腿托啊。这台车我了解到四座都是有加热通风按摩的，这个肯定没有问题。关于这车开门啊有点意思啊，两种方式，这儿呢是常规的一个按键打开，哎，你看它就只开这么一个缝，然后需要你自己手动推开，对吧，然后它有电吸门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然后上边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按键，摁一下我这门自己就开了，这不是某英国豪华车是吧，这个感觉有点意思，再关一下，哎，多好啊，非常尊，是不是威哥？对，我都不用解说了，你看把我录下来了都。前排呢因为有其他的老师在做直播，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下屏幕还是屏幕，三块屏幕，然后这个挡杆倒是挺凶的，看唯独我不太喜欢的就是这个感觉，大家能看清吗，就是在一块大屏里头然后抠出了两个洞当出风口，哎，所以这就是腾势 Z9GT 的一个静态的简单体验，再加上它的一个预售价格，大家觉得价格还可以吗？其实呢我相比它的静态来说更希望去能够早日的去驾驶到体验到，毕竟今天说这个E3方的技术对吧，这么的厉害，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。